小新唔够叻啦，我如果唔系，我就可以同你一齐分担啊嘛。冇事啊，咩事都冇。正如我爹哋所讲，从今之后，就系两父子嘅世界，做咩可以烦呢？如果真系咩事都冇，就唔会有房都唔瞓，走出嚟听瞓梳化啦，系咪？我知道发生咗咁多嘢，突然间个结局系咁，一时之间接受唔到你。我接受唔到，原来自己嘅爹哋有咁大炮啊！将巨人击倒，从此以后再冇宋世曼，净系得何峰。我一直以嚟咧都希望系咁样嘅，但唔知点解咧，到咗呢日之后，我觉得好惊，而且有啲心寒添。我咪好矛盾啊！如果突然间有一日你变咗一个好陌生嘅人，变咗另外一个人，唔似得你而家咁，我会同我自己讲，尝试去接受新嘅一个你，因为你系我嘅老公。你叫我相信爹哋，因为佢系你最亲嘅人，你要相信佢。我唔知啊，我而家嘅心情好似倒胎上面倒一波好大咁，输咗嘅话会冇咗个爹哋。明明讲嘅嘢真噶啦，如果唔系嘅话，我真系受唔住，我真系觉得好惊。老公啊，你唔会输噶，你一定唔会输噶，爹哋唔会俾你输噶，你相信我啦，好冇？大风啊，你翻上船啦！我想四周围行下。你嘅身体放心啦，我冇咁容易会死嘅。嚟埋呢次，我唔会再嚟。明白。你明白啲咩啊？连我自己都唔明白。一个识咗咁多年嘅朋友，到而家我先发觉，原来我一啲都唔认识佢。呢个岛我打算卖埋俾 Martin， 翻到香港你帮我安排律师处理咗佢。咁如果你中意个岛咯，你同何生卖埋拥有权咯。Sorry， 讲多咗。其实后生仔应该好似你咁轻狂同自恋。当初我识 Martin 嘅时候，佢都好后生，但系嗰阵时佢已经好内敛。唔轻易俾你睇到佢情绪嘅变化。其实谂真啲，以佢嘅个性，绝对有可能做到今日呢一步。只不过我放太多感情落去，冇意识到。知唔知点解揾你翻嚟帮手？觉得我孺子可教啩？你嘅说话错唔晒。不过最主要嘅系我时间唔多，我需要个接班人。因为我有个好可怕预感，宝伦集团将会好似津万集团咁。你系话何峰会对付我哋？我可以好肯定咁讲，何峰将会系第二个宋世文。要即刻睇新闻女王，梗系要去 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 免费 download 啦！